大家好，我是阿莫，我现在在河内。听朋友说，河内这边有个豆芽饼挺不错的，所以今天想去试一下。到了，就在前面那里。昨天差不多7点的时候，我路过这里，真的是太多人了，所以今天才会来早一点。一盘青菜端上来，两万。这个就是豆芽饼，然后还有一盆青菜，这个应该是鱼露吧，用来沾着吃的。然后还有这个米皮，这个米皮是用来包着这个豆芽饼吃的。你看到对面那个美女也是包着吃的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吧，试一下。这个是沾鱼露吃的，沾一点。这个饼里面是这样的，都是豆芽，还有肉跟虾。有一个导游带老外过来吃了，很多外国游客也喜欢到这里来吃，已经成网红店了。外面有一个越南的导游在跟老外介绍他这个特色的。
现在到吃饭时间越来越多人了。20万找我18万，刚刚那一个豆芽饼2万越南盾一个，6块人民币，不贵但也不便宜。准备回去吧。